主导环境永续不会对身体及生态造成负担的轻松旅行惯洗包，里头包含有沐浴洗发及液态牙膏等实用组合，是全世界许多饭店及旅宿业者都推行零备品方案后的最佳选择，希望让消费者在廉价出游以后出国都能更便利。甚至你要出国啊，或是旅游，现在都是我们的旅游季，也可以带我们的随身的那个旅游组哦。除了旅行系列产品，业者近期也持续开发拟真造型肥皂来增加孩子们的使用意愿，包含有蛋造型或是各式各样的动物组合，无论是南州的观光工厂或是新展店的胜利新村馆都有同步贩售。上次我们有介绍我们的宝贝皂，这次呢很特别推出的是我们蛋的造型的香皂哦，它不是造型可爱而已哦，连它也可以拿来洗手哦，让小朋友很爱上了洗手。我们其实现场你看到除了这个蛋造型，后有小朋友很讨喜的动物造型都有，让孩子呢就是透过游戏啊趣味的方式爱上了清洁，这样保护到我们现在整个环境啊。我们的产品就是植物萃取，那没有多余的负担，只留住天然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看。强调所有产品都是植物萃取，天然无负担，期盼透过更轻松有趣结合观光的模式，让孩子能爱上洗手这件事，养成日常好习惯，同时也能落实环境守护与清洁这件事。记者卜怡婷、张志豪采访报道。